我已经习惯了，我已经习惯了。对，저는이미익숙해졌어요。习惯，습관이란뜻이거든요。习惯了，습관이됐어요。익숙해졌어요。我是不爱表达的人。저는표현을잘안하는사람이에요。저는표현을잘못하는사람이에요。不爱에서爱하면원래그사랑의자인데나곧잘무언무엇을하다무엇을잘하다이런뜻으로쓰일수있거든요그래서여기서는무언무엇을잘못하다무언무엇을잘안하다이렇게보면좋을것같아요表达표현하다여기서는마음을표현하다我很怀念18岁的自己저는18살의제가그리워요怀念怀念그립다그리워하다그래서我很怀念18岁的自己어떠세요어떠세요느낌이어떠세요네중국어로굉장히다양하게표현할수가있는데요먼저가장많이쓰는표현은먼저구어에서가장많이쓸수있는표현은주에다怎么样아니면조금있어보이는표현하고싶다이런경우에는感受如何感受如何혹은你有什么感受呢네이렇게쓸수가있는데요여기서感受感受하면은느낌네느낌감흥이런뜻이고요나如何如何이거는怎么样아요거랑비슷한뜻이에요그러니까인터뷰할때나아니면조금공식적인장소에서많이쓰는표현약간있어보이는怎么样이라고보시면좋을것같아요人人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누구에게나기분이안좋을때가있어요人人都有人人都有사람마다都有모두있습니다心情不好心情기분이不好안좋다心情不好的时候기분이안좋을때그래서人人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温馨提示请妥善保管好您的随身物品和女朋友里面有糖大家好，这里是成都东站。嗯，嘟嘟的很好吃。